一百块两个肯定无啊，最后三个人客无啊，一百块就好了。最后三个客人没有了，一百块。来阿伯一个。不玩啦！还够一百块先卖，一百块有人来无？啊，别个钱，还够一百先卖，一百块，够一百块来，一定无，安尼无啊，牛肉卤无啊。来，虾仁来，虾仁来，虾仁等于炒饭、炒面包、水饺，虾仁爱食虾仁来，虾仁来，虾仁了哇，虾仁够多哇。那你贵一股爱和你卖啊，我过来也袂晓。那你贵一股。还在贵国就贵啊！黑鳞要啦，还炒包炒面包就叫啦，三百了啦，三百块来炒黑鳞啦。哦，这不是白虾哎，炒虾仁哦，这炒虾仁哦，来来，不要紧，卖球啊，卖球啊，卖球啊！炒虾仁啦，炒黑，今日偌济，卖讲炒黑鳞啦。哎呀，三百块了啦，这我后尾买小块，我开七八三百就好了。啊，虾仁个现在炒虾仁个现在三百块，炒虾仁够人来无？三百，炒虾仁三百块来一整节。一整节啦，哎，炒虾仁够我啦，炒虾仁够我。你住的里住了这几年没看过里长，就算是选举，里长平常不会出现啊。哎，三百块够现在三百，选举选虾仁够现在三百块。我看过我们那里的里长。过来啊，不要接了，快点来。哎，虾仁够现在三百块了，哎，三百块够现在，这又来个三百，现在就接三百块就好了，来接接。哎呦，这个多贵点块。哎，三百六，三百块。哎，虾仁过来。来炒虾仁哦啊，炒虾仁面要刷金的啦，来个虾仁三百块就好了。哦，炒饭、炒面包、水饺来三百，有人爱无？三百块虾仁，虾仁有人爱无？虾仁三百有人爱哦。这虾仁偌济啊呢？这偌重哦呢？分两斤重去咯啦。虾仁够有人爱无？三百块，虾仁还有人要吗？三百块炒虾仁，三百块钱，三百块，三百块，三百块，三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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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赶紧来来，伊来，谢谢感谢。哎，虾仁够有人爱无？三百块虾仁，虾仁三百块，够现在三百块了。三百，虾仁够现在三百了。虾仁三百，我虾仁三百块的头前小得够钱。哎，哎，虾仁够有人爱无？虾仁够哇。鲑鱼啊！无鲑鱼啊！无鲑鱼啊！鲑鱼无啊！来，虾仁够有人爱无？我最后问一个三百够有人爱无？无人爱，我换行。三百块。废话。有什么？那个是龙骨石斑，那个比较贵，那一只五百，那个一只五百块的。哦，来。龙骨石斑啊。三只都要吗？一千。不可能。还够有人爱无？三百块。拢有啊！吼，来试试，感谢你。来。哎，安尼来，安尼来，哇哇哇哇，抓饼啊，不抓饼啊，抓饼，抓饼嘞，哎，这是黄鱼哦，哦，黄鱼呀、啊，抓饼现在冲抓饼啊，有搞不过冲抓饼去，去我看下，有无？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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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系啊，系啊，唔捌搞不过冲抓饼，一定要搞买者，好啦，好，你冲抓饼现在有卖用？这真正好食，你食过拢一定倒来退好买片。你创作表，逐礼拜有卖啦，真系，一摆钓十条，我有话，我看冇人咧卖啦，哎呦，但是无只重，只一包有1.4公斤，这足够的，伊内底一个纸皮草只高，真高，安尼吼，安尼晓，你听无啦？啊，你遮都无神经啊，可能你困眠爱困来哦。Hello。哇，遐只内底有鱼啊，内底有鱼啊，好啦，等者，等者，等者，你卖别人来啊。那奇怪的你啊，来，这啦，这啦，这包我问一下，这包啦，1.4公斤，这包我开了多少？多少钱？180了啦，一包算180了，总包开了就开三啦，35了啦，380有人来无？有人要吃葱抓饼的无？转去哦，下早做只早餐，等下了做只点心好吃些，380二啊五，二啊五。你啦，你来威平，走威平。200了啦，200块啦，葱抓饼有人来无？200块。几多钱啊？这好食，免讲啊，这真正好食的啊。好，两包。两包。那这个阿姨要不买两包？个人还无两包，200块。来，后面两包。两包。哎，200再过现在200块，快加起这样我买去。快加馆长电话，你随加恁阿妈，伊来加给你含扣免钱。我问一下，我现在200块了。那一个哈。200了。到这边为止哈。200有无？哎，我这个不是这种牌哦。红烧饼个人还无200块。这边再讲，我就帮你控制了。200个人还无200块了，200。两包抓饼够有人爱无？200块，抓饼还有人要吗？200块有人爱无？200块，两包拢有啊吼！哎，要买一包好了，赶紧的，100块了，包，一包100块，一包100块了，一包里面有10片哦，一包里面有10袋哦，
还够剩100块就好了，100块，冲高饼够剩100块，海烧饼够剩100块钱，100块了，一百啊，100块俩好不好？100俩，好了，100块俩，赶紧来，还够不？100块，还够人来不？100块两个。后来，最好是新货啊，今天啊，我那边来，最后一箱了没有了，现在100块，100块现在100块了，一百，哎，等一下，哎，100块，一百，现在100块了，100个人来不？100块，哎，边啊个钱，还是100个人来不？啊，剩八个人客了无啊，100块了，100块。个人还无抓饼，还有人要吗？100块钱，还一瓶鸡，两个什么？黄金鱼块，还一瓶鸡，还一瓶鸡，还有两个天妇罗，红色火刀鱼，还100块抓饼，还有人要吗？100块，葱抓饼，还有没有人要？100块，100块，100个人还无？100，100，100个人还无？100，100，100，100。哎，刚才那个包两包蟹管，哎，蟹管肉，然后那个黄金鱼块，那个刚才有留的，黄金鱼块、蟹管肉、天妇罗。刚才留的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在哪里？来，一起一起。你也加猪肉啊？我吃虾也好，哎，煞卖倒啦，这边介绍啦，你鱼倒无饲的啦，你好。真空包装超市一条一袋啊，卖一袋卖100二啊嘛，两袋你也是三袋、三六、四袋来啦，这五袋来开500块，什么吃三百刀的500块哩？哎呀，这袋给我上来500块啦，500块，什么吃鱼刀的？鱼刀鱼刀，无刺的鱼刀无人卖啊，500了，这个算了，500块了，这老弟，这300、300、600，对不？600加这个都是这什么东西？蟹管肉啊，600、900，来倒100块。没有了，没有了。来，师傅一度得要来送500块来三袋了，四袋了，这五袋了，这六袋来，搁请来500块了。拜拜。来倒有人来无？来。来，一度够啊，一度够啊。出来倒。多少你啊？哇，拢无啊，拢无啊啦。啊，你讲真诶啦，都没有了。又修一路了，又修一路了。还两袋，这三袋，这四袋，这五袋，这六袋要来500块。还够人来无？500块一袋，一袋、两袋、三袋，还是四袋，还是五袋？是到啊。还是六袋，搁剩五百块了，五百。真的，这干哪好吃呢？无啊，剩只呢无啊，最后一个客人来500块了，四袋、六袋，搁剩500块了。还是点啊？还是点啊？剩只三百块。六袋500，三袋200块，剩买200块。厉害无？厉害！加酒，来加酒咯，加佐料啦，加酒咯，啥个啦？我招一人，其实内底有两个，一包都内底有两个。哎呦，还这个，加酒八两起，杀生啊！包都内底遐是生命，讲啊，两起啦。阿弥陀佛，三百多遐嘛，真系。加酒咯，啥卖啦？你一杯啊，我好提讲个，有两个要挂两个落去钱啊，你讲啊，一杯钱了你一杯提起超过百五啊，一杯百五，两杯开300。三百四百开600，哎，500块先来啦，500了，四只拢我去500块，包你两可以啊，包你两几只可以啊，来，再多两个，到时要无解啊，包你两上几啊，两咩？来啦，来啦，好，可以跟你换一下500块，你看，你卖公鸡你要换钱。你搞啊，公鸡把输掉嘛，公鸡啊，真的两个人给现在500块哦，我招两个人给现在啦，两百，来啦，安尼较紧啦，涨三百啦，300了啦，三百了啦，加少哦，这大只了，四只500块的物件，买300、300我等你，你这大只了，哎啦，头前几啦，哎，加看地，谢谢啦，这个头前100。来了，够些的，300块了啦。200。来了，几位的？这少位能位的？少位三百。来了。这是你。位来能位的，少位300块了。哎，300个人来不？300块了。我刚左边有没有看到一个先生在那边背小孩？看得到吗？好像挡住了哦。太太来买菜，先生在旁边吃。沙姜来了。啊，沙姜，来一边来。来，带你弟弟找钱哦啊。哎，够了，哎，不300块了，哎，头前来，几位，两位了，三位了，又学吗？又学吗？哎，因为我有还够了，哎，不300块，哎，加多不够不？啊，要一箱对不对？啊，哎，
等一下，我马上。我。哎，我啊，我啊有一首无？加加两。我啊存加两吼。总客。你加酒我嘞。哎，要死哦。有人要我总客哦。这当着啦。总客也好啦，这些啦，这三百块现在300块啦。个人还无加多，如果人因为只有一箱而已，今天只有一箱。谢谢你，他都给你了。一支来，两支来，三支来了。来啊！一点啦，一点交钱。300块，现在300。还加多，如果人还无300块来，一点。头前还一支啦，你买一百块，100块。头前这。来。还接手机，我啦。可以转播吗？中。快点不？对啊，他本来要一下，这不是第，这不是一。为啥会七位？五位？两位？七位？三位？八位？不是，两三四五六七位。找一下。到十二十三十四十五位，多千五。这四只五百，好未？四只五百啦，哦，十五位拢我你啊。这个找七百。千五啦，找位的要先好了。OK。等一下啊，等一下，我一个一个来。带一个袋子好了。他不允许他先上货那个。已经这样。冰块要冰块，等一下。来，你是700啊？你刚才就加700啊？我们加下水了不？找几百啊？先弄来先卖。五百五百，等来五百好了，大地啦。健康卖只超过3斤重啊，3斤重，因为出现弄来500好了。黄鱼还没？吃不多济哦。黄鱼你要多少？过两只300好了。大尾的，都今天是大尾。300块。对，你可以看一下。嗯，等一下我叫他拿。他要黄鱼，上次要黄鱼，黄鱼啊，一样跟阿德买跟阿德要黄鱼，要一箱吗？看他、啊，我你要多少？还好啊，也没有很多啊。来了，这大只的啦，这大只你还要细只我后边有啦，这大只这三尾500好了，哦，两份，来阿边，你把它放在后面，等一起拿好了。三尾的，老板你，来阿来先我一边去，这黄鱼耶。最好个大姐，最好姐先卖来，第三只500。黄鱼的，那、啊、等一下一起拿就好了。看你要不要，等一下要不要拿箱子？有把持住。有，等一下啊，我懂得无。原来他早上没有抓起来，这大只，我现在给我钓伊了。哎，要水哦，这大只，我包了。哎，黄鱼哥现在500块了。到哪里？哎，哎，哥姐，人家来现在500块了。我姐钓来500块，黄鱼哥现在500了。来这边，哥姐。哎呀，哎，过贵了。阿伯，你先细只来了。这尾大尾，这尾上尾，这尾起来，这尾100人，了160人来无？百五啦，百五去啦，一只百五先卖啦，一只百五有人来。300、500，一只百五呢？喂，来啦！你细只讲要？黄鱼，阿伯你较细只啦吼。够只。你赶快一只来500块啦。150啊。来，你先卖啦。你看，小尾就输啊！现在呢，500块了，500先卖，这500好了，500卖500好，黄鱼个人卖无500块，黄鱼500好无人卖哦。今日这最后一箱无啊，最后一箱啊，黄鱼个现在500好。哎，500来，来这边啊。阿姨啊，来这谁感谢你？哎，个500先卖500块。阿袂渣啊！哎，500块，我现在500好，黄鱼个现在500好，无人卖无500块，500了。不要讲，黄鱼个现在500了。啊，头前阿姨啊，一个，无啊，甲你讲，只最后剩两，最后剩几个人，几个人无啊啦，最后一个客人没有了，还500块，只最后几个无啊，500了。这是单纯的叫卖直播台，不要讲那些有的没有。还剩两位来，你也无啊？我把它关掉了哈。
我之前看到我弟那边有看到他，我觉得不是来看叫卖的，就不要来讲有些有的没的。真的，大家是来看叫卖，要来开心的，不是要跟你吵架的。继续看。多喝热茶才不会冷。我去运动就不会冷啊。我昨天没去运动，我全身痒，等一下就会去运动。哎，保持保持电，保持电，保持两百。保持啊，保持啊。Hello， 阿松，你休息了。保持先不讲，先不保持。我要他。保持搬来1000。要多少？不好，1000。你500。买1000啊。你买1000就。504只啊，1000/10只都给你了。对。大家都没理了，谢谢你。那就一箱。还有你钱没存到微波炉，那边还有一箱，要不要？哇！我还要买其他的。来，还有一箱的，黑林也好了，来啦，黑林啦，旺哥啦，来啦，旺哥。对。今麦黑林来讲，黑林哦。对，不听啦。黑林哦。黑林哦。下张能喂细胞，300块先卖黑林的，300块要给你卖个团，真的去给你下点过单好了，哎，300块下点现在386，300块了，好，他要两尾下张，好，等我一下啊，等一下啊，下点够，下点足够才会定吗？你要鱼吗？对不对？我鱼，讲一次给你听，13宝石、昂沙、下张。哎，下来300块。对。大哥，你要吗？你要。下来300块。那下来300。这样子。好。这是谁的？下来300块。哎，光棍的，哎，300块够人啊！下来还有人要吗？300块，三百六。这下来拿的。好。下张包一下。哎，下张过来。啊，一样放后面，等一下一起拿好了。等一下再一起拿，看等一下后面装箱比较方便呐、啊。不用装箱。OK。你不知道吗？家人如果装箱。是吗？你那些都够吗？都确定够哈。还有这些物件要卖一点钱啊！啊，香饼的200块。阿松在和美跟阿根，200块四包。啊，香饼哥，现在月亮香饼够人来无？400。哦，来。啊。你都不要说啊！你想我得？香饼200块红，香饼还有人要吗？200块四包200。还有人要月亮香饼吗？200块。月亮香饼够人来无？4包200块红，阿彪。有人要吃牛二两鸡腿排的无？啊，第一罐你再帮我放2包。好，2包，等一下再来。哎呀，年轻人问我还有这么多东西要卖到什么时候？这不是我在的。想卖，想来。哎，快来。还能帮我两个不？一样虾饼个线。来，接。哎呀。不会吃呀。还够两个虾饼不？无啦，最后几个200块了。200块。200了。准备几个啊？200块。哎，200。我来，你两鸡排我。这个是20吧。哎，鸡腿排有人要吗？鸡腿排，2两鸡腿排。还有。2两鸡腿排下来。哎，200块就要大袋，1袋、2袋、3袋、4袋、5袋、6袋、7袋、8袋，还是9袋？这10袋来200块了，大袋啦。这边还有一个，哎，200块。来，1袋、2袋来，3袋来，4袋来，5袋过来，6袋来，7袋来，8袋来，9袋来，这10袋够下来200块就要2两鸡腿排来。还够啊！够了嘛？我最后一箱了，没有了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。哎，200块钱，这都没有骨头，都没有骨头了。哦，回去直接煎、炸、烤都可以。好、哦，来200块来。来，你来4袋。不好意思哦，刚刚有人打电话进来。来8袋来。来你10袋来200。好，来你4、8、9、10。
修了吗？啊，臭臭有。嗯，有。五百块，先卖。来，花枝个人来卖来几只，来两只，来三只，来四只，来五只块来五百了啦，五百块。